ほかに怖い私は日々もう一度会えさんで最初に赤字うつけを覚えて心地ぼっくり歌曲送给大家，希望可以帮大家消消暑，好不好？好。好 ，OK。那很快的呢，接下来要唱第二首歌曲，这首歌是我去年的新专辑，今年如果 OK 的话，应该也会发新专辑啊，好不好？期待一下。好，这首歌呢叫做《萨瓦迪卡》，我叫爸啊，《萨瓦迪卡》。이 시과의 기침 제리고 기다려
海内外都很多人喜欢这样子的一个歌曲的呈现，对，所以重点就是要凸显我们文琪的是实力派兼偶像派，有没有？哦，
景为止跟大家分享，最近有没有什么新的动态？大家追星族都非常的期待。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我现在应该我现在有一个主持是固定的，但那个是助理主持，就是跟陈哥跟奶哥一起主持的，叫做《天台冲冲冲》，大概有看不？有看不？哇！明日之星8点到10点给明星，然后转到华视。10点到12点，马西，我接着看，都是我，对对对对。那接下来8月中会有一个新的节目，然后跟我们非常资深的一个也是跟我一样，曾经是个偶像歌手跳舞的，然后最近非常红的一个前辈一起主持，然后还有一个很疯狂的一位男生男艺人，对我们有主持。对，我们只是一个就是帮大家完成一个梦想，对，实现他人的梦想的一个节目，非常的智力，然后非常的有怎么讲非常的有让人家期待的一个节目，所以听起来超赞的。对，希望大家之后可以多多支持，然后看我们的节目，因为会很感动，很感动，因为每一个人都有梦想，而我们就是那几位天使去陪着他完成他想要的梦想。是的，哇，太赞了！所以今天呢，文琪来当我们的小天使哦，谢谢。好，要再顺便代言我们的红枣。最重要是大家一定要关注文琪的动态。其实有机会啊，如果这边的应该是议员吗？还是公馆农会？农会的大家长，如果不嫌弃的话，其实我也蛮适合代言红枣。红枣公主哦，不错哦，非常。果然就是有吃，所以养颜美容这么漂亮。谢谢谢谢。对 对, 對，这个代言人呢当之无愧，而且重点是大家呢一定要锁定他的粉丝页号，粉丝团，对对对对对，追踪他的动态，真的是太棒了。而且文琪哦，不只呢会唱、会演、会主持，可以说是我们全方位的艺人。所以接下来呢还有什么精彩的歌曲要提供给大家 ？OK， 这首歌也是非常大朋友小朋友应该都会很喜欢的，阿公阿妈一定有听过啦。这条歌就是咱平时之前有咧播出的那个《西游记》主题曲，叫做《水喷喷》，有听过？有听过？把我声，把我声给吹咧！我要下去，八海茂龙。
看到你们我更开心。好的，接下来呢，我要带来一首非常动感的歌曲。这首歌呢，是我跟我的好姐妹曹雅文一起创作的一首歌曲，也是收录在我去年的专辑《沙瓦迪卡》张专辑里面。这首歌叫做《请你借过恰力借滚》，谢谢。